其实你也曾羡慕过，因为我们一样拥有火焰般的热爱，火焰般的热爱，用出格创造风格。这些女孩呆萌萝莉，国风少女，或许不完全是大家期待的样子，但是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是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比起别人的看法，更在意自己的想法。让我们一起只为热爱行动。